最酷的酒吧高雄，林海酒吧，痞子英雄林海酒吧，我现在一直在拍 ，OK。真的吗？就是痞子英，你要不要照一下这个？就开无啦，已经十点嘛呢，敢有？哈？其实那一个很酷的吧？为什么会没有生意呢？我跟你讲，不，那为什么会没有生意？掉那个鱼在那里。不，那为什么没有生意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。照讲，这个应该挤挤的，挤破掉。它这么酷，那应该要挤破掉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就这样，因为可能位置太偏太远。真的，我不调查一下这个。这个是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是给我知影。可以把人绑起来。嘿啦，你也食酒醉，甲你绑起来。没有那个字本来就是。这个最硬跳的。我看这里好像本来漂亮，很多人。收开无？有啦有啦。哈，刚，安尼哦，你家己炸个。刚有开？刚有开？哈，刚有影？哈，都无人啊。有影有开啊。哇，安尼哦。我那个还有一点的哦。我现在温家宝在民就有我哦，我在这里是不喝啤酒。好了好了。我你唔当好，你老母挂这了，你老母挂这我。